感谢宜津。再来，咱看即马苏花甲中兴公路拢登起往回华东，拢都要对屏东口去哩。今日伫屏东枋寮五车路路口的车是比往年的清明更加多。毛真侪游客是取消东部行程，改去垦丁小琉球。有国今日小琉球都九万人未订到。台山路南车流不断，警方阁调对向车道来疏运。清明连假第一天，因为花莲强震造成苏花中淮公路无法度通行。车时透早七点到八点，台一甲台十七线交车的枋寮五车路口已经出现3300台车，超过过去的清明连假。本分局于7:49开始实施南下调拨车道措施，调拨台一线436.5至445.5公里处。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使用。警方分析，路南的车辆主要是想要行南回公路去东部，还是去垦丁佚佗。垦丁南湾透早就有游客伫耍水，花莲强震拍乱真侪民众的出游计划，拢改来垦丁耍。但因为当地初四到初六要举办台湾节，真侪旅馆早就已经订满，真歹订房。大家惊惊去花莲，搁唔知安怎话，啊，所以就刷来垦丁啊，所以这两天。爆量民宿订房率几乎都是全满，机车订购的方面几乎现在要订机车很难订，非常难订。唔拿垦丁小琉球同款嘛是游客改行程的选择之一。东流线透早就出现排队坐船的游客，五间船运公司七点外就开始加开班次疏运，估计小琉球连假第一天的订岛人数应该就会超过万人。记者陈焕宇、柯正准、屏东报道。